谢谢吴敏硕，敏硕老师好，你好棒哦！然后今天还特别的跳了舞，然后你今天选的歌曲又是超得老阿伯哦，我觉得很不简单的，因为超得老阿伯，你才几岁，你才八岁而已，你就能驾驭这首歌，这不简单的呢。什么人给你教？爸爸，就是爸爸哦。好，老招牌，咱的招牌拢无换，永远都是爸爸哦。所以爸爸给你教这首歌，我感觉足厉害的。就搞算卦哦，啊，所以今天展现得很好，不错。好，秘书，老师好。这个诶，歌拢是你爸爸教你唱的，有教你唱无？有哦，有哈，你爸爸教哦。其实你爸爸教，而且我觉得你厉害的是，有别人教你安尼唱，可你有法度融回变成你自己的东西了，变成你家己的，然后唱得这么自然。这首歌，老实讲哦，没那么容易，没那么容易唱，要唱得这么自然，这么感觉很有趣，很好玩，其实它是不容易的。你这首歌真的唱得很好。哦、可以继续的努力下去，可以。而且上次听到你唱别的歌曲，你也唱得很棒啊，像很有气势的歌，你也唱得很棒，表示你的歌路真的很广哎。你可以再多挑一点别的类型的歌来唱哦。谢谢老师。这个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开始了，祝三立新闻网的朋友们，祝各位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，祝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龙年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开心天天笑歌吉祥物。心想事成，幸福满满，新年快乐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龙年行大运，龙年行大运，身体壮如龙。